记得刘真先前在偶像运动会时，因为从方灿的背后默默的推了一下子小梁子。最后，方灿跟在 JYP 家族合照时，偷偷的解开了刘真的鞋带，又被彩铃发现了，又被推了一下。没想到最近有眼尖的粉丝发现了最新的证据，原来是一开始方灿就有先偷偷的推了一下刘真，导致后来一连串的事件发生了。虽然换了，不过还是觉得真的都是被幼稚鬼附身，不知道过几年还会不会有跟进案件的状况呢？Thank you.